找一下。黑妹啊，在那边躲着了。不亏，稳赚，要追就追到底，这黑妹不能放了。被偷了！哎，怎么站不动啊？哎，什么情况？被磨起来了，少一波人修电机。哇，这就非常难受了呀！这是最后一台，这黑妹五层，再打个蛇皮，然后他这边现在又在摸。
这个人娃娃都不放的吗？ 我猜黑妹在附近，所以我不敢传，不敢再传。 希望机械师死了。平了平了，这个黑妹。 单挑吧，单挑还没打，然后打先知机械吧。这一个枪我顶不住啊！先知在跑。 好像是个机械，磁铁都可以抓，先知磁铁都行，所以我抓磁铁。急了呀！ 但他没磁铁。你进大团我也要杀你。 长球了。
干不死你，完蛋。还好前锋治愈交了，前锋我觉得不是他交治愈的，是有人把他摸起来了，应该是二院的人把他摸起来了，然后摸好过来救，那他是有治愈的。被人偷了，我的 VIP 前锋还有怀表啊，这波不能让他救到的，救到我就完了。完了，炸了炸了，这个人没了没了没了，然后现在是调香师过来救，换人了，金身白带。我看能不能打个欧皇斩，打不了，抓这个去。都没拦住人，人还被偷，就很伤，不停地在大房被绕。
Yeah.
Ugh.
Oh.
Mm-hmm.
Thank you.
啊。
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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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.